们做现场。啊？我们应该没有吧？我们没有，没有，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只是录影而已。录影啊？对对对对对。我太太还在问我有没有在录影。说他等一下。这个年久失修。不是说哪个东西年久失修？你看这个有那个叉进去，不要坐那个位置，那个太……没有关系啊，我习惯坐这个位置。鸽子吗？鸽子吗？就是鸽子。知道，我每次看到果子狸，我就想到。为什么想到鸽子吗？我儿子小时候，你们那边不是有那果子狸吗？我儿子就跟，爸爸那是不是鸽子吗？鸽子吗？没有，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载了我大女儿，我大女儿看到那个乌日啊，好大两个字，啊鸟白。鸟白。新学会鸟跟白。很小的时候，大概两三岁。那是看过吗？那是看过吗？桌子吗？鸟白。我每次在窥探，我说哦，我跟你说，刚刚会学开始认字的时候，嗯，好高兴，我没有办法跟他讲。为什么？我们再稍微，当然当然。有矿泉水或之类的吗？饮水机，我去倒杯水过来。哦，好啊。哎，我们，你有带杯子吗？没有。那，不好意思，我们有那个吗？水。这些都是图表。那个郑家海那边借一下。郑家海那边应该有给客人用的，那个马克杯的。资讯图表的传播力，超强的呀！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专职做资讯图表设计师。这个好吗？好，谢谢。啤酒，他是谁？啤酒，我们等下半场再。下半场再。上次有一个那个中兴大学王春兰教授，他演讲就是准备啤酒。哦，对。讲到什么主题搭载这东西。四核心同志吧。没有，因为我跟他讲木约，我就说木约跟荣誉王是搭在一起的，然后他就说听起来好像主机搭载什么东西，没有，四核心荣誉王搭载，搭载独立显示器，快了，现在两点，那才两点，你看，那我的也快，你是提早五分钟的。可以期待未来有一个另外一个字，小时候接触这些怎么办？自己声音，从小接受就有点各种教派的，是因材教育。我小时候就是接触就有点大。注定要加入军营，生来就军营，没有。哎，其实
班长，没有人。嗨，大家好，我是星期天。你需不需要这杯子？没有关系，这样就好。可以开始的时候再看一下，可以，哎呀，千万别签到了，不会签到。OK， 主任，我们主任开场。是，当然当然。你要麦克风吗？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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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场地很小嘛。OK， 好。各位同仁哈，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三位哦，应该是三位吧。只付一份人的薪水，买一送二，都免费，买一送二。那个唐梦啊，唐梦是萌点的创作，应该是创作者，主持人，主持人创作者。那另外还有一个子龙，我刚刚一直想说子龙，长山大子龙应该是那一位，对不起，错了啊。光看那个哈，那你叫是奥克曼，奥克曼，哦，奥克曼，奥克曼，奥克曼，哎，这三位哈。那为什么会邀这今天这样子的分享跟这个大家交换一下？就是事实上哈，是旭宏去中研院听那个开放资料的时候哈，有谈到这个。那其实中心从我来了以后也在谈，就是说我们中心以各位的人力，如果要做全台湾的资源调查跟物种跟这个生态系的话，是做不完的哈。所以也一直是希望说借用群众的力量，共同把这个资讯建强。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今天邀请到唐凤跟他的工作伙伴一起来跟我们介绍怎么运用群众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把这些资料开放出去。我也常在提说，我们的资料调查资料每一笔都是很珍贵，因为你花了时间去做完。可是当你离开这个位置的话，你资料如果没有留下来，将来给人家运用，其实到那个点，那笔资料就是死掉的。啊，如果人家要回去重新去看这个东西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唐凤跟他的团队。谢谢主任，然后谢谢林组长邀我来。这个简报跟在中研院讲的差不多，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比较宽裕嘛，有两个小时，那所以我就把它展开大概到一小时。那我想接下来就是先讲一小时，然后中间如果大家有就是想要我讲更多或有问题的话，就随时举手。然后一小时之后，我想接下来一小时就是请大家发问，或者是说我们能够一起来看一下说特生中心有哪些资料，然后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去做利用跟做协作这样子。那我就不多说开场，我们就直接开始。萌点它是一个就是集合了教育部的非常多开放跟本来不那么开放的资料集做出来的一个线上的一个词典。那它最基本的字典的功能就是说，它让你到萌点，然后它有手机版，然后有网站，打资料它就会出现资料的定义。那按那个笔顺动画的话，就会出现就是笔顺动画嘛。就是像萌这个字它的写法，然后最近还加了历代书体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在甲骨文篆书这些地方是怎么写的。然后卷下来的话，你还可以知道说它闽南语是话嗯，然后在客家话是方啊，实际上它有五个讲法了，所以发音不太一样，然后音霸德等等的这些版本。然后那除了有真人发音跟多语对照之外，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它有各种各样子平台上面的版本，所以不管你用的是 Windows Phone 或者是Android 或 iOS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平台，基本上应该一定都有萌点，就可以直接下载这样子。那萌点是一个临时政府的计划，临时政府到现在大概刚好两年的时间，然后萌点是算是最早期的计划之一。那我们先讲一下说临时政府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社群，然后是怎么样做事情的。那时候作家张大春，同时也是非常迷 Facebook 的网友张大春，那时候接受 Wired 访问，就是在2013年初，他就是 Wired 问他说，你觉得 Facebook 会不会促使公民参与政治？因为张大春很喜欢讲政治，然后也很喜欢上 Facebook， 所以就问他这个问题。然后张大春说绝对不会，他会让公民以为自己参与了，因为呢大家按赞，然后那时候很流行的讲法就是说万人按赞一人到场，所以他说他想不出来一个怎么样让大家又懒又可以参与的真正的行动的时间。
他讲完这句话没多久，那个白山君就发生了。那但是在他讲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对 Facebook 的想法就是说，按赞啊、按分享都很容易，可他并没有实际做什么事情。那所以临时政府一部分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去说那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举例来说，这是一个就是今年四月我们推出来的一个，可能在这边有朋友有玩过的一个专案，它叫做开放政治陷阱。那它就是做成一个像线上游戏，然后上去就会出现像那个填 captcha 一样0990924，然后请网友去辨认说这些字其实是什么数字或者是中文字，然后按送出这样子。然后就我们只是说请大家每个人花五分钟的时间或怎么样，可是就会有人留言说，哎，他越打精神越好，然后这个就停不下来。所以在24小时之内，我们从监察院拿出来的纸本的300000笔政治现金，一共2000多份文件，就有万人参与，然后就把它全部都数位化了。它本来是纸本的，那这个其实速度很快，而且每一格都有至少5个人校阅过，所以我们还蛮确定说这是正确的这样子。那所以是蛮有趣的，然后就成立粉丝团啊，什么自己的政府自己交，自己的豆腐自己烧啊。那这个专案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有一个刚刚落选的国宝级白目，他冯光远，他提议说，就是政治现金所在监察院里拿不出来嘛，那他就提议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乡民大家一起来辨识，然后就说那我们就挑那个个人捐赠的前10名，然后试着把它拿出来，然后让监察院看到说你锁在里面没有好处，不如把它数位化这样子。是一个他把它叫做北风与太阳的策略，就是说我们先来看说数位化之后有什么好处，然后监察院就可以修改他的办法，说好那能够让我们数位化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请那个好像是核四56那边的一些朋友，就真的走进监察院。因为监察院他的查阅办法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虽然他要公开透明，可是他的透明就是在监察院的印表机那边可以透明，就是说它 USB 档不能拿出来，然后它就只能印出来，然后上面盖浮水印来保证它的正确性这样。那个因为他们的雷射印表机没有很快，所以一天好像也只能印最多大概1000张之类的，所以他们就想了很多方法，他们要缩印啊，一张纸可以印到9张啊，或者是4张啊之类，但尽可能多的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就由居林地的朋友写了一个程式，去一个一个把它切成我们叫豆腐的一个一个小块。那在群众协作里面，你要一个人把这一整张数位化，没有人会愿意，但是你把它切成小块的时候，哎，大家都很愿意来帮一点点忙这样子。所以这个在临时政府的一个讲法叫分身乏术，就是说一个人看书很累嘛，就分很多人来看。所以这样子就我们就做成这样一个游戏界面，就可以看到说，哎，现在30000人了，剩20000笔了，剩10000笔了，剩，然后就有一种要破关的感觉。那一旦变成这样子，就会有很多很多人来一起做，所以24小时内就做完了。那做出来有什么好处呢？在上个月我们上线了就是议员投票指南嘛，那本来就有立委投票指南，那有投票的朋友可能之前有在媒体上有看过这个，他就是去把就是政治现金里面是谁捐献的，然后花到哪里去的，好比像说蔡委员啊，他的那个就是收入跟他之类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数位化之后，就可以画出原饼图，然后去分析出来。那我们的朋友就是对每一个县市所有参选议员的也做了一样的事情，就是包含他的投票记录，他提了哪些法条，哪些修正案跟个人财产申报，全部都整合在同一个界面，那样投票之前就可以去看一下说，哎，他4年前提了什么政见，他到底有没有做到这样子，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对，那所以这个是居林 V 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其实是结合3组本来互相其实不一定有联络的人，就是我一开始是做自由软体的，就是写像 Linux 啊或者 Open Office 啊，就写软体给大家用。那左下角是可能 PTT 啊那些乡民啊之类的，或一些新的媒体。那右下角是社运团体。本来这3组人彼此之间并没有这个互通神奇或联络。那居林 V 就是在想说，我们每1个月，现在是每个礼拜都有了，来办一些活动，让这些人能够见面，然后见面一起做一些事情。那我待会会讲说是做哪些事情。那这样经营了2年之后，我们办了就是这数字有点旧了，40-50场的黑客松，然后大概10万个脸书的粉丝，然后我们一起在线上写文件，大概做了13000多的文件，然后贡献者大概3000多人，然后经常参加的也是快要上千人这样子的一个还蛮大的一个，也不能算是组织，就是一个网聚吧，就是网友网聚，越聚就越多人了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暂时把它叫做一个社群，所以就是开放政府开源社群。那时候就是我们社群里面有一位高家良，我们叫他高村长，那个是新手村的村长，他跑去就是跟各国开做这样子的人的社群去开会，然后就 Tom Stamper 是英国的，就说其实他看过的里面台湾跟以色列是最活跃的，然后台湾这样子的活动是最多的，是最大的这样子。所以说现在没有出过比赛，不知道自己是第一名，但是其实为什么是第一名是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在一些比较专制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事，但是在那些开放政府比较已经行之有年的国家，像英国根本不需要做这种事，所以他们政府本来就已经用结构化资料开放了。所以是要在台湾这样子，就是说大部分的公部门还是在影印机、印表机的时代，但是政府又很开放，就是不反对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才会聚起这样子，一堆乡民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临时政府的成立其实是从2012年10月，当时有一个还蛮大上了新闻的事件，叫做实价登录地图事件。当时内政部因为要就是打炒房嘛，就是要按照实际价格去课税，所以就内政部架了一个网站，然后架了之后好像花了90万吧，架了之后就太多人上去就当站了。那这本来也没有什么，是一件小事，但是无巧不巧就是有四个在 Google 做，好像有一个是做 Google 地图的工程师，拿了那些资料去，然后自己放到 Google 地图上。那本来他的网站只能条列式的看资料，哎，他们一放到 Google 地图上就可以看说，哎，平均台北市啊，或者是新北市啊、新竹、南投，它的平均房价多少，别墅平均房价多少，然后你可以 zoom in 就可以看到某一个路段的平均房价一平多少，那对大家都是非常好用的。那所以媒体就会报道，可是媒体把它报道的方式是说，哎，他们花500块做的事情，就赢过了内政部做的90万的事情，那这样就糟糕了，因为他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的人跟内政部其实本来就已经在谈怎么合作了，资料怎么借接。那时候张善政当时还不是部长嘛，还是政委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大家有开会。那开会还开到一半，然后媒体就这样爆出来，这样爆出来，突然之间那个内政部的委外厂商就很不爽，然后就把那个文字都换成图片，然后就不让这个专案继续下去。所以就是一个蛮不幸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后来过了一年之后，他就真的也上了 Data.gov， 就变成真正开放资料了。可是当时就是大家还在就是觉得说，哎，为什么突然之间做对的情况。然后刚好又有一个很有趣的广告叫经济动能推升方案，那这好像是第一次行政院拍的广告在 YouTube 上，然后被大家检举是诈骗，然后整个 YouTube 账号就下架了，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对，那个广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只讲一句话嘛，就是说政府做的是很复杂，太复杂了，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大家做就对了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了三遍，那个广告就这样讲了三遍这样。对，所以就在当时的义愤填膺之下，就有四个hacker 是用很有创造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人，他们就在雅虎的一个黑客松，就是大家做2天写程式然后上台发表的一个活动上面，去做了这样一个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视觉化。那其实就是跟这个广告啊呛声的那个感觉，就是说你们觉得说很复杂不能解释，那是不是因为其实只是因为你们不会用图表，就是说如果能够用图表的话，是不是就很容易解释啊？你看像这边就一眼可以看到社会保险支出里面某一块它是绿色的，表示预算在增加，红色表示预算在减少啊，然后按照每一年的那个 bar 状图都可以很容易画出来这样，所以其实没有那么难解释嘛这样。那他们在那个黑客松就是拿了50000块的一个奖金，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们拿这个奖金与其说自己把它吃东西吃掉，不如我们也来办自己的黑客松。所以就出现了第0次叫动员戡乱黑客松，然后就请这个就是各界的设计师跟工程师跟其他的人士，那是中研院资讯所提供的场地，然后让我们去做这样子一个黑客松。那黑客松它是黑客跟马拉松的结合，Hack 就是说用很有创造力的方法解决事情，就是叫做 Hack。 那 Marathon 就是都不睡觉的意思，那对，就是中间不停了，不休息。那黑客松的实况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一堆人然后围着电脑然后在白板上面然后写东西这样。所以大概就是说准备食物，准备饮料，然后还要准备贴纸。那这个是第一次来黑客松的人，我们就会给他左下角那个就是梅花鹿的贴纸，然后已经来过好几次的人就会拿一个台湾黑熊的贴纸，
这样子的话，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然后该填哪个坑，就是该去哪一组做事情的人，就可以去找那个就是小天使小主人的那个概念。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就是技能贴纸，就是每个人可以在进场之前先拿说，哎，我是做摄影的，或我是做文字报道的，或者我会写什么程式，或者那是环境相关的等等等等。这样子的话，每一个专案上台说，哎，我需要哪些人的时候，大风吹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容易，就是说，哎，那我这个专案需要一个写故事的，需要一个跟政府机关交涉的人，跟需要一个设计师，这样就可以很容易的做分组。那流程就是说，在早上可能3分钟的时间，每一组上台，就是有想法的人上台说，好，我今天要做什么，我们说就是挖一个坑这样子。然后那大概会有10组到20组不等，然后1小时这样简报完之后，大家就分别带开大风吹这样子。那通常带梅花鹿贴纸的朋友就会站在那边不知道去哪里这样子啊，就会有比较资深的人把它带过去这样子。然后这叫推坑，推坑就是说我推荐你去做某件事情。然后做了之后就这样做一整天。那如果是一天的黑客松，通常是在晚上大概晚饭时间，大家就是吃了很多披萨什么之后，就轮流上来5分钟发表进度。那如果是2天的黑客松的话，中间就不睡，然后就是隔天的晚上再来发表进度这样子。所以黑客松就是一个，就是把人先聚在一起，然后透过某个名目，然后说我们这边想到很多新的事情要做。就把人跟坑跟松连在一起的概念，那临时政府基本上就是把这个连在一起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所以每次在黑客松之前，我们就会先号召，看说最近发生什么社会事件，然后说，哎，那我们来做一些事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协作就是说大家一起上线编辑同一份像 Google Doc 那样的文件，然后呢就说，哎，我现在需要什么？需要界面设计吗？需要资料？需要技术支援吗？先把它写下来，然后大家就聚起来之后就工作，工作之后呢，就会大家分别在 Facebook 或者别的 Line 群组啊之类，就聚成一个像是专案小组，然后专案小组又会在约周末或约别的时间继续它的开发，这样。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像 Incubator， 就是像是一个培植的一个培育成的一个平台，就是说还没有成型的专案在这边找到人，那成型之后，他们就变成自己的平台或自己的专案。像有一个叫做卧草的团体，国会无双之类，就是从这边黑客松，然后他们就聚集到足够多，大概6、7个人，他们自己就跑去开一家社会企业这样子，所以这算是一个运程的一个概念。那在临时政府的运作上面有几个很基本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全部都是开源的，开源就是创用 CC Creative Commons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做出来的任何产物，不管是程式也好，影像也好，文字也好，都能够允许其他人去使用。那当然每一个开源的条款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做到一半，我忙别的事情去了，那其他人可以接手，就是去继续做，不需要问过我的同意，这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文化。那另外一个最基本的文化就是我们所有的讨论都是公开在聊天室上面去进行的。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想法已经讨论过了，一些问题已经被问过了，下一次再问的时候只要贴一个链接说，哎，你回去看之前的讨论，就可以接着去做下来。那所有的产出都是在共笔上面，然后所有的程式码的产出都是在这叫做阿宅的 Facebook， 就是 GitHub 上面，就是给写程式的人放程式码跟文件的。那所有这些的好处，其实它是就是一个负面表列的想法，就是说它可以避免私下讨论的坏处。私下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讨论过的，然后讨论完就忘了，然后接下来下一组人要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又要从头开始，又要从头开始。那这些的好处就是说，每一组的专案即使它不重叠，但是它的工具是可以互相利用的。讨论过的事情，怎么样跟公家单位接洽，怎么样去做什么别的事情，说帖等等，新闻稿全部都可以互相利用这样。那这些是大概20几年来在台湾做开源，就是 open source 的社群累积起来的一些做事的习惯，那我们也带到临时政府里面，就是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说有一个想法出来的时候，不用怕说做到一半很丢脸，可以马上就抛出来，抛出来之后有人有意见再改这样子。那同样的就是说，如果有人有批评或者是有人有意见的话，我们就马上鼓励他把他批评或意见也写成一份文件，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拉进坑里面来，这样子，就说不管是谁有什么想法或怎么样，就把它吸收进来变成一部分。那
那这里有个例子，就是说临时政府最早的 logo 其实是左边，就是超丑的那个样子，就完全就是用 notepad， 然后就自己打几个字就算了这样。那可是因为不怕丢脸，所以就是尽早把它释出，然后就会有设计师看到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觉得说怎么可以让这种东西存在这样，然后就会说好，那我帮你画漂亮一点。然后又会有别的设计师看到说，哎，那我觉得这个可以配一个什么形状，然后就是创用 CC 叫 remix 嘛，就把它混搭使用。然后就会终于就是有很强的设计师出来说，好，那我们这个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版本的标准 logo。 可是如果一开始没有不怕丢脸的那个人把那个丢出来，就根本不会吸引到这些设计师。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不管做的再粗糙或怎么样子，就是把它丢出来就对了。那也是因为在线上协作的关系，像我们的官网是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就是说你到 GitHub 上面按一下编辑，你如果觉得说我们官网哪一页配色不对啊，字体不对啊，怎么样啊，或觉得说措辞有问题啊，就可以直接去改，像那个维基百科 Wiki 那样子。那每一次有改的人就会留下一个记录，所以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每个人的相对贡献大概是多少这样。所以就是每一笔都是有记录，就是人的大小就是他贡献量的大小，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 EPA CL， 然后对啊之类这样子，然后各方贡献的总数也会统计起来啊。所以就这样子24个月的努力，就是大概有成案的大概100-200个专案，那当然有更多就是还在等认领的这样子。那有一些可能大家在媒体上有看过，这个是全国急诊的即时看板，就是每一个医院它其实是用自己的网页去讲说现在等待推床、等待病床的人数有多少，可是每一个医院的网页格式都不一样，而且有的根本找不到连接，首页还连不到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分别把它抓下来，那医院只有即时资料，可是因为我们放了一个资料库，所以就可以像股市看盘那样子的看到说每一区的那个医院目前现在在等床的人数有多少，然后就可以说服大家说其实真的不要去大医院，因为大医院都已经满载了，就是尽可能的去社区医院这样子。然后这个是高雄气爆的时候，我们有大家共协作出一个气爆的地图，然后警告大家说哪些地方管线已经开始不稳定了，就是几乎第一时间就开始有快逃啊这样子，然后就真的有人因为这样快逃了。然后也有就是按照时间轴，然后去标说，哎，这些地方跟管线的位置，然后收容所在哪里，然后哪里有急救站，医院在哪里，等等等等，那也是大家群众协作把它标上去的。那另外就是说立法院像因为临时政府成立的一个想法是说，所有政府有的网站我们都可以做一个临时政府的网站，那个意思就是告诉政府说，哎，做成怎么样子会更能够让民间来使用。所以好比像说立法院它是 ly.gov.tw， 那所以你只要把那个 o 改成零 ly.g0v.tw， 你就会跑到地下立法院，跑到临时政府的立法院。那他的资料跟立法院完全一样，所以你看到每个法案，然后每个提案人，甚至提到的每个法案里面，他修改了、删除了哪些字，加上了哪些字。那所有这些其实本来都有啊，就是在 PDF 里面嘛，就是你要卷到第154页看那个三栏的那个，对，眼睛会花掉的那个状况，对。那我们就是用程式去把它变成说这样子，非常容易一目了然，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法条都有一个网址。所以你对哪一条不满意，你就把它贴出来，然后你就 share 到 Facebook 上，大家就可以来讨论说这一条修正案有什么不对。那在以前是没有办法做的事情，这样子。那这个是就是现在据说各地报天气都会开始用的一个空屋的天气图。那其实环境 env.gov 那边本来就已经有这些测站的资料，但同样它也只是数字而已嘛。所以 env.g0v.tw 就会把它变成很漂亮的，就是可以看到出现黑丸的那个状况，这是 PM2.5 的那个就是围城。那当然就是最近的一个计划，我们设计师就坐在这里。对，那就是邀请大家去各栏位的一个动作。那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多计划，那今天按照就是时间是不可能讲完，所以我就专注讲我自己就是比较有参与的一个计划，就是梦点。蒙点它是开放资，一开始就是说要做开放资料。那一开始提就是挖坑的其实不是我是填坑的哈。一开始挖坑的是叶萍，他是本来是台大的教授，然后后来去 Google， 然后他搬到了美国之后，深切的感觉到教他小孩学中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且他越努力要他们学，他们可能就越不想学。对，很多我想海外的华人都有类似的感觉哈。那所以就是要怎么样让学中文变成一件好玩的事情？那我们自己在台湾常常都是用那个教育部的重编国语词典来查定义嘛，来学。那但是那个呢，他的小孩用 iPad 或者用手机开，根本就不能用，然后所以也没有办法变成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想要把就是字词、成语、定义、例句这些资料都能够用开放的方式释放出来，这样大家就可以去把它变成让小孩很容易学的方式。那为什么叫萌点呢？是因为同样的教育部的网站是 moe.gov.tw， 所以我们现在既然要做教育部的 G01， 那就是 MOE。 那 MOE 呢，它现在是就是网络上的乡民们很喜欢用的一个日文字嘛，就是萌，就是很可爱的意思，所以才会有这个 logo。 那但是既然它是字典，萌的也有别的意思，就是你一进萌点的时候会看到说萌它其实是萌发然后发生的意思。那它在古文里面也有就是人名的意思，就是正在开始的人名的一部字典这样。所以就是 moedict.tw 就是我们的网址。那先介绍一下说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它其实是1945年就出版的一本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一本字典。那当时是好像商务印书馆的开馆之作吧，对，反正就是非常非常久了。它编到现在一共有16万笔的词条，然后大部分的文言文的定义都非常非常完整，会引说哪一句是诗经，哪一句是什么左传出来的。那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台湾这边，没有任何一部别的词典在文言文上面有这么丰富的书证，所以它可以说是就是权威定义的一个参考。那96年的时候，那时候本来商务要印新版，可是就是找李显老师编到了16万笔词条之后，发现太厚了，他们那个绝对印了就绝对亏钱，所以商务突然就说不印了。然后那不印了怎么办呢？刚好当时有网际网路，所以他们就先用 Gopher， 我不知道这边还有谁记得 Gopher， 有人还记得 Gopher 太好了。然后那但他们加了 Gopher 之后，就出现 Gopher 那边就说，哎，那 Gopher 现在用了要收钱，因为 Gopher 不是开放源码的。那所以就有一个好像高能粒子中心的一个研究员叫 Tim Berners-Lee， 就说那我也来做一个类似 Gopher， 但我不要收钱。那他发明的那个东西就叫 World Web， 就是全球资讯网。那因为不用收钱，又是开放源码的，是让他抛弃著作权跟专利权，所以就突然之间没有人用 Gopher 了，所有人都来用 World Web 这样子。那当然现在就是几乎大家上网就是开浏览器这样。那所以在96年他们就做了一个 World Web 的版本，然后从此之后就没有更新过了。所以说96年的网站跟现在的网站是不太一样的。那当时他们没有那个网址的概念，所以你不管在那个网站查到什么字，你把它贴到脸书，保证是失效的，它是不可以分享的。然后呢，当时因为是 Beagle 嘛，就是还没有 Unicode， 所以就是所有的海用字都是用好像倚天公司所赞助24×24点这样子。所以，哎，还有人记得倚天公司吗？对，那个笔画少的像生态的台是无所谓啦，可是像三个龙那个字的话，就是看起来就是一团黑的，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字这样子。那当然当时根本没有平板电脑嘛，所以当然是不支援的。那为什么不支援？你如果去看它的原始码，你会看到说本系统需使用 IE5 以上或 Netscape 4.7 以上版本的浏览器。那个以上没有意义，因为 Netscape 4.7 以后就没有出了，所以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网站架构。可是因为后来就没有再编预算了，所以就是一直放在那边。那当然最夸张的就是说，你如果放在那边，后来成语点也一样变成一个习惯，就是你网页开在那边过个10分钟或30分钟不动，你会看到一个视窗跳出来说，因为你闲置太久，你已经被自动登出。可是我没有登入啊，它是一个不需要登入的网站，可是你放在那边不动，它就说你已经自动登出，然后你现在查的不算这样子。这是反正是一个蛮匪夷所思的一个状态。那在这里就是讲一下说，我们叶萍说我们要把教育部国语词典变成开放资料的时候，它的定义是什么？那开放资料有一个很完整的定义，刚好也是 Tim Berners-Lee 就是发明 World Web 的那个人定义的。那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有开放授权，就是想用创用 CC 的方式说任何人可以下载，至于下载之后你能不能卖，能不能再去传播，能不能改，那个创用 CC 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条款去规定，你可以挑，但至少你要让人能够下载。那在重编国语词典呢，事实上它一开始是连这个都不可以的，它是说你不可以下载，而且你也只能连接到首页，而且连接到我们里面的词条还要先经过我们同意，
但是当时是1996年，没有人有这种开放资料的概念，所以 也不怪他们。但是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完全不能够使用，按照他们本来的条款。那开放授权之后，就是要有结构的栏位，好比像说像 PDF 啊，也是可以开放授权的。可是你 PDF 下载下来之后，没有办法去看说里面到底有哪些栏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提供是 Excel 档，那就容易很多，因为就知道有什么栏位。所以又开放又有 Excel 档，这样就是两颗星。那如果你用的不是 Excel 档，而是好比像说 OpenXML 或者是 CSV 或者是其他不需要装微软的软体就可以开的档案，这样子的话就是三颗星，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不需要只有在特定的作业系统里面才能够看。那整个资料给它一个网址之余，如果每一个资料集的每一笔都有一个网址，这样子就是四颗星，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连到其中一个字，或连到其中一个词，或连到其中某一个资料的 item。那最后就是说，如果从那个资料集里面又可以连出去到别的资料集，这样子就是五颗星。那待会我们会看到实际的范例。所以当叶萍说我们要把它做开放资料的时候，意思就是把教育部本来只有零颗星的东西，一步做到最后面，这样。所以他就按照黑客松嘛，就是那时候是第一次黑客松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做这件事，就到共笔上面写说我需要怎么样的人，就号召大家来集体抗战。那所以在第一次工地放领黑客松，第零次叫动员戡乱，那个我们是按照台湾的时间表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后来有什么还我土地啊，解除戒严啊，什么美丽岛啊，对，然后下一次应该是开放报警，对，然后很快就要普世万典，对，然后反正这是按照时间，我们现在大概走到1988年左右。这工地放领黑客松里面，就是大家看了叶萍这个想法，然后一面吃披萨一面就开始动工，然后就有两个人就是取得了成语典的资料，然后我取得了国语词典的资料，那这些都是网页，然后叶萍他就按照这些网页去设计说，哎，他的结构化的资料应该长什么样，他定出一些栏位，好比像说一个字他应该有 title， 应该有它的发音，应该有它的定义，定义里面应该有事例，有书证，有这些东西。那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本来在教育部的 DBase 三资料库里面是没有这些栏位的，它只有title 发音跟内文，然后内文就是全部都混在一起，所以他也不知道反义词这同义词什么时候的这些东西，所以叶萍就把它设计出来，然后就把它设计成资料库。然后最后呢 KC5 就他事实上是做实价登录地图的当时四个人之一，就也跳下来说好，那我写一支程式把我们一开始拿到那些 HTML 转成这些结构化资料的格式，所以这样一天之内就完成了第一步，就是结构化资料的动作。那完成之后呢，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倚天公司所赞助24×24的那些图，那些图怎么办呢？那些图不是字啊，我们也不能剪下贴上，也不能放到资料库里面，对不对？那怎么办？那只好找人来帮忙，所以我就去就是 social media Facebook Plurk Twitter 上面去贴说，哎，这边有一批没有一个我会念的字哈，我是那一个都不会念，然后这些字这个都只有图嘛，那大家来帮忙去找说它到底在 Unicode 里面是哪个字，我就开了一个试算表，然后大家就来就是看左栏的图，然后把那个字填到某一栏，然后大家再校对，校对说 OK 就 OK 了。所以这是第一次临时政府比较大规模的群众协作，当时好像有100多人，我们那时候以为很多人了，然后后来还算是非常小 case。然后那所以100多人也是一天之内就把这些字图找到了，他们不管是用拆字啊，还是用笔画输入法啊，总之就是找到这些字的对应。那这些表格我们也全部都拿回去给教育部，所以他们新版其实是有在用。那这样子的做法，做事的方法，就是从有网际网路以来大家做事的方法，就是叫做 Rough Consensus and Running Code， 中文把它翻成粗略的共识，晋级的程式。意思就是说，像叶萍一开始有个想法，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做成开放资料，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就不需要再问过他了，也不需要再取得他的同意，他就是给一个 vision 说我们要走到那边，那至于怎么走就每个人自己走，这样子。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们第一批的结构化资料出来，我们还在整理资料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人做出了浏览器延伸啊，就有人做出编辑器，在那个编辑器里面打字它会自动出现字典啊，就有输入法把它整合进去变成输入法的词库啊，然后就有桌面版啊 Mac 的系统整合啊，然后就各式各样，那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人或不同组人做出来的，他们之间完全没有
就是谁要问谁说签合什么之类那样的程序，拿了那个资料，因为是创用 CC 的方式，把它授权出来就可以用。那到了今天，就是一个月的像只讲网站的话，用的人大概340万左右吧。然后在 Android 上面就是已经超过10万人，这还是旧的资料。然后苹果上面也是超过10万人，所以就绝对是有百万的人在使用的。那也有很多就是小学可能2-3年级的老师直接就是带小孩进电脑教室上国语课这样子。对，但我看到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对对对，就是说他发一篇文章，然后请大家去猛点查，然后就是说笔顺啊什么，就直接用那个去做练习。对，那当然大家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教育部是说不能用啊，版权所有啊，然后还要，对，那所以我们自己这样子做真的合法吗？那最合法是什么法呢？就是著作权法嘛。著作权法第50条其实本来就有说，中央或地方机关或公法人之名义公开发表之著作，在合理范围内得重置、公开播送或公开传输。制裁局现在正在修法，他们的建议案里面把合理范围那4个字直接拿掉，所以就是预设就是可以用。那但是在我们当时做这个的时候还没有修法，那所以就是要合理范围这个限制。合理范围是一个非常自由新政的东西，大部分的想法都是说，如果你是没有盈利的话，那你可以用多一点，如果你拿来卖的话，应该是只能用可能1-2个字的定义，那这样子。那可是我们用全部，所以我们用全部这样子真的算是合理使用吗？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就想了这样一个方法，那后来也跟就是中研院专门做制裁的一位叫林成夏的朋友讨论，那我们就商量出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用创用 CC 里面最开放的一个叫做 CC0。 CC0 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但抛弃我的著作权，我甚至抛弃我的命名权，就是 attribution 我也给他抛弃。所以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写的网站、做的任何设计，这些所有的 logo 这些东西，我全部抛弃著作权，所以我根本不主张这是我的，我是说这是教育部的，我只是做格式转换跟呈现，那教育部随时或他们的厂商随时想用就拿回去用嘛，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想法里面就没有人能够告我说我侵权，因为我没有著作权嘛，我到底侵谁的权？对，那同样的就是 KC5 就是做资料转换的，也是说好，如果说有资料库格式著作权的话，他也全部用 CC0 抛弃，所以刚刚的那些把网页转换成结构化资料的工作的那个资料集本身也是 CC0。 所以说任何人想用仍然是教育部的，仍然是合理使用，教育部哪一天改了授权，那就是用那个授权，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不违法的，这样子。那大部分的就是中研院那边跟教育部那边都同意说好，这是不违法的，这样。那当然我们真的架了这个网站之后，我们就要去讲说我们每一个部分是什么来的，因为其实字典是教育部的一个处室在管的，笔顺是另外一个处室，发音是另外一个处室，他们整合成国教院之前甚至是完全不同的部门，不在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每一个都是不同的网站，那也是不同的厂商哦，就是完全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那我们都是合理使用，然后把它整合进来。那教育部的闽南语跟客家话字典因为某些缘故的关系，他们本来想说那是不是要找厂商做，那后来找因为某种元素的关系，所以厂商没有继续做，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来请民间帮忙做，所以他们就真的用了创用 CC， 就是 by ND。 那因为是词典的关系，所以 ND 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拿去卖，拿去做应用，拿去做什么，可是不能改定义，定义一个字都不可以改。那我觉得这对字典而言是很合理的，对，因为如果可以乱改字典的意义，然后又说是教育部做的，还有哪里是怪怪的哈，对。那然后接下来就是文总，就是中华文化总会，不算是公部门，半个公部门的一个他们编了一个两岸词典，然后也是包含简体跟繁体的对照。那当然因为他们是民间嘛，所以他们可能想要授权或去卖，那这样他们就在创用 CC 里面再加上了一个 NC， 那 NC 就是说不能卖。那当然因为蒙点根本没有做盈利的活动，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可以使用，所以你现在到了蒙点上就可以看到简繁体的对照，大陆跟台湾的用语的对照这些东西。那最后我们还有使用就是英文、法文跟德文的对照，那这个呢是网友们做的，本来就有的，不是蒙点做的。那但是因为他们用了 SA 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用了英法德文翻译而我改了他的翻译，我是可以改的，可是我改的也要用相同的方式把它试出来，这样他们才能够编进他们的下一版本里面啊。所以那以上的这四个就是 by， 就是说我要说这是谁做的，
ND 是不能改 ，NC 是不能卖 ，SA 是说用相同方式分享，这个加在一起就是创用 CC 的四个架构。所以你每一次有什么东西想要释出、想要发布出来的时候，就可以从这里面挑一些贴纸贴上去，然后就可以说好，大家可以下载，但是你要先尊重我的哪些想法，这样子。那当然最自由的就是只贴一个 by， 说不要说是你做的就好了，这样子。对，那当然 CC 零就是说连说是你做的也没有关系啦，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去跟教育部讨论。那讨论的时候，就是他们说。他们对合理使用的定义其实比文总那边还要更开放，就是他们不介意有人去拿去盈利，他们觉得说保持规范性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定义不要改，不要一个字九化，然后你到那边变十化，这个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但除此之外，你在上面再加东西，加翻译啊，加注解啊，把意象次序再做延伸啊，再做联想词啊，他们觉得都 OK， 这是合理使用。有问题哦？哦，没有 ，OK。然后那但是他们是说合理使用，他们也了解到说很多人看起来还是会怕怕的，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去跟内部的长官们沟通，说看能不能回去就是要到这一部词典所有当初参加的人的著作权，然后最后还是把重编国语词典用 CC by ND， 就是跟闽南语跟客家话一样的方式去释出。那我接到的消息是说应该是下个月就会释出。那当然我们看实际的情况，但这样的话时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更好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愿意接受群众协作的方式去做审核订正，那这也是就是这次来这边分享最主要想讲的。所以开放资料大概到这里，那接下来就是在讲群众协作 的部分。所以群众要怎么协作呢？群众协作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开放资料的一部分，就是你要有连结，接下来你要让人可以很容易分享，最后才是协作。那我们都举蒙点当例子。蒙点的一开始要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教育部的那个网页不能 copy paste 到 line 或到 facebook 上分享，所以要怎么样让它最容易分享呢？就是 moedic 点替代的斜线后面不管什么字，就是那个字的定义，所以这个网址是根本不用记的，就是说那个字本身就是它的网址，所以你按资料就会跳出资料的定义。这样的好处就是说第五颗星那个材料是资料的这个定义的一部分，那你滑鼠移上去，它就会再做一个连接，连到好比说蒙嘛，然后草木，草木就是草跟树木，然后或者是说发芽，发芽就是植物的种子。那有些可能不知道楚辞是什么的话，它就会说楚辞是南方楚国的诗歌，这样子。那同样的就是国语跟闽南语资料集也连接，然后跟客语资料集也连接，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刚开放资料第五颗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只是每一个资料集里面的每一笔有它自己的网址，这个网址里面它又会连到同一个资料集或者跨资料集的不同的资料，那这个就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那第二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分享变得很容易。那也许有人在脸书上有看过有人用蒙点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哈，那这个做法就是说moedic.tw 斜线后面如果接的不只是词，它也可以是一个句子，好比像说开放资料工作坊，你这样子一贴上去，脸书就会自动出现一个把它写出来的这样子一个图，然后就可以拿来说我今天心情真好什么之类的，就是举牌小人的那个概念。然后点进去的话呢，不只是能够看到开放资料跟工作坊的定义，也可以看到说那我要像楷书或者说文或什么思源黑体，那这些都是就是自由能够免费使用的字型。所以这样就是用篆书写的开放资料工作坊这样子，所以就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就是字帖啊或者是分享的一些动作。那等有足够多的人，可能上万个人整天在这边玩这个之后，才可以到第三步，就是写作。那当时我们跟教育部有合作一个案子，他们叫做字典啄木鸟。字典啄木鸟就是说重编国语字典修订本已经年久失修了嘛，所以里面有很多问题，他们就请社会人士还有各国中高中小学的老师语文老师教他们的学生去字典网站，然后回报说定义或者他的书证或什么有错误，然后就算分数嘛，然后这样子。对，就是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报名了社会组。那社会组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我们在想说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用，这不能算 big data 了， medium data， 就是用一些资料的 data science 的方法来找出人类比较难找出的错误。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除了最简单的像引号没对齐、括号没对齐那个大家都想得到的之外，另外一个想的就是说如果有两个条目
引了同样的出处的书证，但是他们引的句子里面只差一个字，那应该有一个是错字。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所以好比像说，这是张景琦，是当时甲午战争的时候，60年前，在台湾的一个官员。那当时他就是甲午战争就跑了嘛，然后他那时候就写了一首词叫《楼窗望断词》，说回忆鸣笛飞空，标轮逐浪，脱险真奇绝。在鸣笛跟标轮这两个条目里面都有，但是呢，在其中一个他打字的人可能踢错了，打成了脱脸真奇绝。那我们平常在看字典的时候根本看不过去了，不会看到这个，可是电脑可以分析出说，哎，这有一点不一样。那但是电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群众协作，请那些平常就已经在分享蒙点的朋友来了蒙点，他会看到一个蒙点啄木鸟的活动的 icon， 然后进去说，那你们要不要帮忙挑一下哪一个是对的，然后按右边的放大镜可以去 Google 找这个字是不是真的有出现，那可能异体字两个都对或都有问题，然后以及我这样选的理由，它可以打在底下这样子，那底下就变成一个像留言板这样子一个情况。那所以就有人留言呢、啊，就是当然五个人都会选鸣笛啊，是脱险不是脱脸。那就有留言说，把脸脱下来是奇绝了，可惜洋人拍过这部电影已经没有戏。Face off 这样子。好，那变脸真的是很奇绝。对，那在18天的活动里面，就5000多个人次参与校订，然后所以在当时他们就是国教院一共收到5000笔的校正，里面有4000笔是我们给的。这样，所以当然就拿了社会组的第一名，然后就去跟他们开会，然后他们才觉得说好，那我们可以接下来继续这样做下去。就开放资料，它的好处不只是让大家可以更有效地看到资料，也可以让大家更容易来帮忙校正或者创造新的资料。那这是协作。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上个月上线的原住民的词典。原住民本来有一个叫做《原住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大词典》，但是它是只有汉语，而且它其实不是族语。那后来原民会上了一个就是有族语拼音的用法范例，那我们也在讨论把它整合到蒙典里面，也现在正在谈 CC 授权。那但是呢，如果你去那个族语线上词典的网站看，就会发现说左边的各大族里面缺了最大的一个族，就是阿美族。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阿美族的词典，可是我的想法是说，阿美族因为人最多，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词典，而且是真的他们在做教学时候在用，就是长老教会的简明词典跟圣经公会的方敏英版的词典，那右边那个是就是阿美族往英文跟往中文都有的。那左边的简明词典我们其实是最早想要收，可是就没有电子版，而且也联络不到人谈授权。那圣经公会那边授权就一下就谈下来了，他们愿意用 CC 版来释出，那所以就是非常 free 的一个。那问题就是说他们连一开始的签字版都没有了，他们就只有那个就是解析度相当低的那些纸，对，而且都已经那是好像70几年开始发行，然后80几年就是到现在已经很久了，就已经泛黄的一些纸的扫描档这样，所以就把它扫起来之后，我们就丢进 Echo Bay 里面去做文字辨识，然后就发现说辨识出来几乎完全不能用，因为它的状况就是真的不太好。那怎么办呢？在8月的资料科学黑客松里面，这是一个2天的黑客松，很多人没有睡觉里面。就 Mielski 他就说好，那我先把它扫起来。然后呢 ，Cindy 就是一位工程师，就说那我写一个程式去看里面有空白列的地方，从那个当做分界点，把它切成一条一条一条啊。所以现在是豆干不是豆腐哈、啊。然后接下来就有人把它一条一条送去机器辨识，还是不行。那没有关系，我们刚好有位族人，就是阿美族人，他能够去校订当年80年代跟现在的书写系统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建置一个乡民 OCR 的平台。然后像开放政治献金那样子，请大家来踊跃帮忙，所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其实一般汉人对阿美族的文化或什么，包含我自己在内，就是理解并不是那么深。可是把它变成一个游戏的时候，非常非常多人愿意玩。就是说，每个人只要看这样一行，说 AKA don't negative comment 什么之类，就把它打出来。然后呢，就同样啊，就是一个游戏的一个界面啊，就是空白啊之类。然后就有一个协调，就是一开始100%，然后会扣嘛，就是扣到最后，而且现在好像扣到-3什么之类的，就是0.08%，对，然后这样子就乡民们就非常非常踊跃的转贴，然后转贴还会写一些很好笑的留言嘛，这样子，然后突然之间就也是一样，53小时之内80000字就全部辨识完成，一整本那么厚的阿美语词典就突然之间就电子化了，
然后而且不止电子化，而且结构化了，所以就上线了。现在连到 amis.moetic.tw 就可以看到。啊，那这个字其实是发在阿美语的发音中的什么 ？slada， 就是写成 data 这样，就是四方形的意思。所以就可以一面做一面学一点点阿美语这样。好，那所以以上是就是群众协作的部分。那因为刚好就是子龙要来，所以才特别加了简报，就是稍微讲一下说他们 B 计划做的事情，就是在129那一天，做了一些也是用群众协作，同样是在资料科学黑客松，也是有人挖坑，然后就做的事情。那他们的口号叫做去政治化，就是把参政变成一件很好玩的事情。那所以他们的口号当时就是叫做全台湾本年度最大 O2O 实境游戏。 O2O 就是 Online to Offline， 就是你在线上看到什么好玩的，可是呢你要到线下打卡啊，或者去哪怎么样呢，才能够跟线上做连接的一个实境的游戏。那当时台北有一位林先生去那个资料科学黑客松提案说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线上游戏，然后就有人跳坑了，跳坑之后就把它设计出来，那这是他的设计稿。那我觉得这个设计稿很棒的，就是说它其实里面根本没有政治两个字，它没有任何政治元素，它就是需要有人拿椅子来，拿白板来，拿桌子来，拿笔来，拿矿泉水到特定的地方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其实在救灾也可以用，然后在集会也可以用，在有非常非常多种用途。它这个系统因为是开源的，接下来爱怎么用怎么用，它并不一定要用来割阑尾。那它的用法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先点你在哪里，然后你就会看到说，哎，你现在的这一区有多少人，十个人里面已经有八个人愿意来这边摆摊了，然后现在已经有人愿意提供笔跟矿泉水，还缺阳伞、桌子、椅子跟什么别的东西。然后那因为有八个人嘛，所以他们已经到城堡时代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血条一直往上跑的一个概念。对，然后呢，他们每填好一个联署书，理论上就是像这样子，就是 online to offline 的 offline 的部分。每天好一个连锁，是左边那一个的协调就开始往左扣这样子，所以现在已经扣到负的了这样子，现在是在最后一集这样，保证击败数量。对，那然后右边是越多人来帮忙，来就是志工啊椅子什么东西过来，右边协调就会往右涨，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线上游戏，但是就能够动员非常非常多人，然后一天募到40000份的连锁数这样子，这样哈高票当选。那在1129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叫做监票者联盟。那他们本来是要写一个手机的 app， 实际上也真的写了啦，然后呢配合手机的录影的功能去做监票。那但是中选会说这样子不行，所以后来就没有，后来就只有录音啊。所以就是说他们可以录音，然后在有争议的时候把录音直接传到他们的平台上，然后就叫做场外监票嘛，外监，然后有争议票有什么的时候，他们有一些 button 可以按。那好在就是这一次开票几乎都没有出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至少这样是第一时间保存证据的方式。那还有另外一群人，就是找了1534个监票员，这是内监，就是他们自己的监票员，非常有趣，就是这是柯文哲的团队，他们每一个人进去之后开始唱票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他就会可以开始发简讯，然后简讯就是发回他们中心的一个电话号码，而且一定要用这个格式，40111，那个是开票所的编号，然后 K 几票 L 几票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格式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人在看，是程式在看。然后当然很多人就是逗号打成顿号啊，全形打成半形啊，然后票拼错啊之类，所以那个中心的人就会一直改程式，去试着让每一个传回来的简讯都有使用。那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用了一个叫做 Parse 的一个云端系统，就可以比任何媒体快知道说目前现在总票数多少，而且又准确，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群众协作的系统。那如果当时就是戈兰维那边有配合这个系统的话，当天那个协调就不会只扣两次，就是他们当时协调中午扣一次，然后结束就扣完了，大家就比较没有参与感。但如果有当时有搭配这个系统，可能下一次了，下一次有搭配这个系统的话，就可以看到即时就是开始扣0.几块0.几块，然后在哪里有人开始联署，可能上面地图上还可以有爆点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就会让大家更愿意来做类似的事情，就是更及时的去游戏化。所以这样子就会可以看到说，他们在那个当时就是科批的总部就会实际真的开出的那个票数，就是很及时的，每一个开票所一统计完，然后数字就直接跳这样子，
这也是蛮成功的一次，就是群众协作的利用。好，所以这个 bonus 的部分就这样子，也刚好一个小时。那接下来就是看，就是大家有什么想讨论的，谢谢。好，可以开放给各位哈，所以对空间无限想象。因为我为什么会谈到这个事情哈？我有次在 TED 听个演讲，他在那边做，他要全球的人帮忙翻译什么大英百科全书啊，翻成各国语言啊，是的，或者是什么。他结果他是要也是用这样的嘛，对，就是你在学你自己的语文，要去学另外一个语文的时候，你把学的那个语文用你自己的语文想办法把它丢上去，然后最后那本书就一本一本出来。他说如果找翻译者办要很久很久，要花很多钱，这叫多邻国啊，对对对，多邻国非常非常有趣。我法文就是用这个学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玩，对，真的好玩。对，然后他这个有趣的就是像就是您刚刚说的，主任刚刚说的，就是说你在学的时候，他就是一直让你翻译，翻译中间就会学嘛。然后你可以看到说，另外八个人、九个人这一段为什么这样翻，然后你翻的跟 native speaker 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之类之类。可是事实上，这个站怎么经营呢？他就是接商业公司需要翻译的文件，所以他丢过来，那每一个文件的每一个字都有五六个人正在看过嘛，所以它的质量一定比你只找一个译者好。对，然后还要校对，对不对？一般的进去翻译者，你一个礼拜拿不回来，但是在这边的话，可能这个半天就拿回来了，而且是十个人一起看过的。对，所以就是说，他一面免费的提供语言学习，但是一面把就是中间会出现的副产品 side product 直接卖出去。对，这也是非常可以去接人家的。对对对，他就是接人家的案子。我那时候还没想到这个事情，我只是听他这样讲，很好玩。对对对。好像参加黑客松啊，或者说你们临时政府这些参与者投入黑客这些人，是怎样的组成？是什么样的年龄呢？比较多还是什么样的职业？学生还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还是学资讯的？刚刚问题就是说，就是 profile 嘛，就是参加的人他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一些组成。一开始第零次的时候，几乎80%是工程师，全部都是阿宅，而且几乎都已经线上认识了这样子。当时本来只想办30人的聚会，可是莫名其妙就来了100多人这样。那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时设计师好像只有Evan吴跟另外2-3个人，就设计师当时还很少。可是之后慢慢设计师就开始越来越多，到最近几次已经写程式的已经不到40%，然后设计师已经超过40%，所以就是一个完全设计师，这个子龙现在要办设计松了，就是说因为我们会不同背景的人会办不同，我们叫小松，就是小型的黑客松，所以他们叫新闻松，就是我们里面的新闻工作者教大家怎么写新闻。那或者是有一个前端松，就是做网页前端工程的人教大家怎么写网页。那同样他们现在要办设计松，就是做设计的人教大家怎么做设计。所以这里面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文字或者是法律工作者，这个先算是算一组，然后工程师、设计师，这三组是最稳定而且人最多的。那其他的就是各个社运或者是议题的关心的人 NGO， 很多时候会派人来挖坑，然后后来公部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农委会这边有一位，然后对，然后之类，所以就是组成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就是仍然是以工程设计跟文字为核心。对，为他的正职。对，我们在脸书上很多都会说我们正职是，他不然我就会写说我正职在临时政府，然后我在苹果打工这样子。对，在苹果电脑打工。对，就是打工是赚钱嘛，那正职是整天做的事情。对，那我想都有。Flying V 就是群众募款，其实帮了很大一个忙，就是像做个案委或者是做国会无双这些，其实都是靠群众募资来的，所以他们是全职做居民业是没错，可能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有足够多人觉得值得付钱支持，不
不管是买贴纸还是买什么东西去支持。那这个现在占了蛮多的。那他们超募，像国会无双，他们超募的钱就用来请学生，就是有几个学生他们提案子，然后就是做去定地的事情，在暑假，然后可能也不是很多，就是一个月可能20000左右，让他们能够不用去打工，然后专心做去定地的事情。那现在也有一个就是开放文化基金会 OCF。就是 GDV 的另外一个专案，也是有人挖坑有人跳坑的一个专案。那个就是在说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在暑期，不管是他们想要出国去参加开放圆盲或开放政府的 conference 来报，就是报告 GDV 的专案，还是引进就是外国的朋友说，哎，这个东西在英国也可以用啊，在以色列也可以用，就是一个技术输出的一个概念。那这些部分可能就会支持他们旅费。那除此之外大概就大家都是下班时间做这样子。那但是其实支持旅费这个还蛮多的，像之前就是国会无双的跟做就是刚刚那个葛兰伟的，他们就是被当作媒体邀请到香港去参加研讨会，那机票我记得没错还是香港那边出的，结果他们到那边讲完之后隔天就占中了，然后所以他们就直接在那边支援，然后直接架同一套系统，然后之类，反正就是一个技术输出的概念。那我想之后还会有就是比较多种事情这样子。请问一下，要怎么去挖坑，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在挖坑之后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人家才愿意来跳这个坑，才会说啊，你接了一个案子，结果好都没有人理。对，那这个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学问。对，就是坑型要非常完整。对，像开放式现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个坑啊，其实躺在那边好像躺了4个月还是5个月，就是重点就是说你要把它写成你自己都忘记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个陌生的人来看到还会看得懂的那个程度。那我觉得很多坑之所以就是放了4-5个月之后突然之间就一群人投入，跟很多坑放了4-5个月之后就没有人管了的主要差别是这个，就是说你要把实际上你需要哪些人，而那些人需要做的事情切到每一个人都可以觉得说，好，那我在这里面我可以做一件事情。那你如果需要3-4件不同专长的人，你就把它混在一起写，那基本上没有人能够同时符合这3-4个专长，那这个时候放在那边就不会有人管。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差别。那当然就是要有耐心了，然后就是多来几次黑客松，然后总会碰到有人就是对这个议题感兴趣。唐凤他们是有邀请，那就是我上个月去参加那个庄园的那个办他会上贝塔，那可是我去那边知道之后才知道，隔天有一个就是基林威的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国际型的一个大会。那其实我已经有一点搞混了，说其实不晓得是去年还是前年还是更早之前，我其实曾经参加一个类似那样，可是应该不是基林威，是 Call for Tomorrow， 对，还是清明台之类的。那个时候也有类似这样子，那时候我就是准备我们那个暮光之城的资料，又要去那边挖坑，然后我那个 iPad 不知道怎么回事，准备的简报不能使用，那我知道就清唱，那我唱完3分钟之后，然后下来没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们那种不知道的是我不晓得是我报告的不好还是怎么样，就我们那样子的议题好像激不起那些工程师的兴趣，所以。后来我又因为我不晓得隔天是那个骇客松的那个年会，所以我就没有留下来。那我不太知道，因为可能这些工程师对我们这种很习惯这种资料的储备不是那么的清楚。现在他们比较知道的是那个德恩那个路沙，因为路沙这可能跟那个像改善道路的状况，是路沙不算是发生，那民众可能比较有兴趣。那像我们那种目光是什么？那种格类的本来就是小众的东西，所以更激不起这种工程师他们的兴趣。不过我们另外要问的是，请说，因为基林威一开始的时候你讲是参加雅虎的那个一个黑客松，所以得到那个经费。对，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现在也是其实有用一些那种就是开放募款的那种基本上就是我们每一次的演讲费都会捐出去到院前，所以因为看起来这个规模是越来越大，是，那我不太知道你们是现在是有一个松散的组织，或者是一个比较有，你刚刚提到有一些人其实已经是正职的，他们正职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基林威现在是不是一个
比较有组织，然后在财务上面是不是有比较有稳定的来源，或是每次都要靠这种募款的方式为专案做募款？我想先知道这件事。好的，对，财务上面那个挖坑的部分，我有话要讲，那先讲财务。财务的话，其实是每个专案自己管自己的财务，所以聚零 V 本身。因为黑客松的场地像中研院提供嘛，或者是我们租场地，其实都不是很大的钱，但所以最大的钱就是去买足够好吃的食物，这是很重要。那个每次参加完黑客松过一个月，做什么大家都忘了，可是吃什么非常记得。对，上次那家披萨不错，对之类的，对，那个很重要。那食物组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在上面。对，那食物组是一个专门的编制，对，那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不是一开始是在中研院，而且那个食物组投入了4个全职的人力下去规划的话，对，后来不会弄那么大，就是真的大家都记得说啊，好好吃这样。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以食物组的经费编制而言，我们现在用演讲费去指引其实是蛮够的。所以其实并没有为了食物组要办更大的大餐去做额外的募款或者群众募资的活动，但是就像刚刚就是您说的一样，这种规模的东西不可能靠一般人捐献就做完，所以这个就一定要进群众募资。那这个就是在每一个专案自己的衡量里面，那个跟聚零 V 无关，就是说聚零 V 只是让大家见面的一个平台。线上能够协作的一个平台，所以就像 PTT 一样，就是说 PTT 现在如果八卦版啊，或者正黑版，他们要办版剧啊，要有祭品啊，要募捐啊，要卖 T 恤啊的话，那这些东西跟 PTT 站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聚零 V 就是把这个平台的角色守好，那但是在上面每一个人要去成立社会企业、成立基金会、成立什么，反正都有人全职来做，我们当然都很开心。但是聚零 V 本身是没有这样子一个计划。那是跟 Call for Tomorrow， 因为 Call for Tomorrow 好像各世界各国都有，它是一个比较，它是不知道对，它算是一个比较有组织的。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说，Code Across 就是 Call for America， 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活动，跟 GDV 的性质非常的接近。那它有所谓的 International Brigade， 就是说 Call for Japan， Call for 什么东西。那但是聚零 V 跟 Call for Tomorrow 是台湾的两个 Call for America 的 affiliate， 所以就是说 Call for America 的 network， 你上去它的目录的话，台湾会讲说有两个公民团体，一个是聚零 V， 一个是 Call for Tomorrow。 那这两个公民团体都很奇怪，不愿意说自己属于某个城市，因为他们按照定义 Call for Berlin、 Call for 什么东西是属于城市的。那但是在东亚像 Call for Japan 就会觉得说，其实他们绝大部分的议题是全国性的，锁定在特定城市意义不大。那我们也是这样子想，对。所以 Call for Tomorrow 跟 G0V 都是台湾的，就是算是 Civic Hacking 的团体。那主要的差别就是说，Call for Tomorrow 是以培养人才，所以他们会去办训练班，或者是办叫做资料科学的培训营这些东西。那G0V 就是做事，就是挖坑、跳坑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两边的关系主要就是G0V 这边，对干的要求比较高，就是会靠大家热情去支持。那对干的要求比较高，会爆干了。那但是两天都睡觉。对，你去 Call for Tomorrow 他们办的那个资料科学培训营，看他们的口号就是免爆干、免跳坑、免爆干。那我觉得两个路线都很重要，就是说对。对，他是在内湖的一家资讯公司。对，那所以你就是去了 CFT 的场子。对，那G0V 的主要的特色就是说，其实上台那三分钟是录影给后面的人看。其实之前绝大部分的专案都是已经填到了那个共笔或者 Facebook 的讨论区，也就是说那些字就是那些企划书才是重点。那三分钟只是给大家看到说你有这个人，然后大家认识这个人。而已，那个坑应该都是挖好放在那边，这是G0V的惯例了。那 Cover Tomorrow 就比较不是，他们会是就是挑一个议题，然后让学生去做啊之类，所以他们关注的就会是比较实用的，像社会企业能够直接用的开放石库这些东西。那G0V这边就会有各种莫名其妙的案子。对，那回到你一开始的问题，我常常跟人讲说，在台湾你很难找到比阿美语更小众的题目，
对，就是 你不管什么题目一定都比阿美语大众，事实上会讲阿美语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尤其是在网络上面，在网络上面即使是族人大部分也是打汉字，用阿美语沟通的族人真的不多。对，那但是即使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坑躺了好像四个月吧，还是被大家捡起来了嘛。那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大家在里面看到一个练习平台的机会，因为当时刚好开放政治现金的平台的那个资料片已经差不多发完了，所以就是说我们有一群人等着打字，可是没有多的字给他们打。然后大家都在说，哎，补充包什么时候出？这个时候就想说，那刚好有补充包，赶快来出一下，这样子，所以就会是一个说，这个课题本身不一定需要那么有兴趣，但是它可以跟一个我们目前正在练的平台有产生关系的，它就可以去做。所以像如果是大家拍照，像陆莎社那样子，就是拍照传东西上传，然后做资料分析或怎么样，哎，就可以用哥兰伟的那个平台啊，对不对？就是内湖区已经领先了，南港区要加强，什么真。对，就是说你不一定需要有吸引到人 commit 到帮你从头写一个，你可以挑一个去林 V 的专案，然后说，哎，我改一下就变成我的题目这样。哦，对，所以你说的话，可能就不是在那个黑客松对那边去，对，所以你们有个平台是，有一个共笔叫做 Hackpad， 就是在那个共笔上面，就是先写下那个坑的说明，然后如果你自己不能来黑客松的话，那就可以请人帮忙发表。我记得我们去年写过嘛，可是那个是有人帮我们花的啦。对对，最近的事嘛。对，最近的事。对对对。我们花了还没有现在。对对对对。之前我有曾经去写过一个，嗯，我不晓得在 COVID 还是在。如果是去年的话是 Common 的话，是 CFT 的。其实你讲的那个共鸣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我算是也算对了，对电脑比较，可是我实在不太会用。嗯嗯，就你们现场教学，就把文字贴上去就好了，不用特别做什么事，真的。对，我们来，你先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可以啊，当然，去零 v.hackpad.com， 然后。在你一到这个共笔上，第一个就是协作共笔指南，然后就看怎么做，就按它就好了。对，所以你要挖个坑，就是先做一个类似，就是先挖个坑。对对对，给一个主题之类的。说明，然后你看，然后超新手教学。你看，超新手，我们完全没有玩过。对，就是说，哎，就是连画面都抓下来给你，这样子，然后说你要先按这里，再按这里，就可以注册。你可以按 Google 或 Facebook 账号。或者输入你的 email， 按这个表示已经登录，滑鼠打字，然后之类，然后这是怎么开一个新的坑的个方式，这样子，所以就按照超新手教学，你开两个视窗，在超新手这边放这边，然后 hackpad 放旁边，然后就一步一步做。如果现在就把资料放上去，可以啊 ，OK 啊，这台电脑上有吗？啊，对啊，这台电脑上要是有的话就直接贴上去了，对啊，嗯，回去玩一下。对，总是要操作一次嘛，玩一玩。对对对对，那不用储存嘛？这边杨讲说，这是21世纪，你写作的时候已经及时云端储存，云端储存不会宕掉。对，我们之前有写一个界面，就是说有一个大家有时候没有看到储存按钮，心情觉得很紧张，然后我们就放了一个假的储存按钮在上面，然后按了就会跳出说现在是21世纪。哦，写完了就对你打，实际上你在打字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会直接看到你在打字，对，就是一个大家乡民围观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哦，乡民围观，哦，已经对旁边已经有，对旁边已经有人了，然后你打字他们都会看到。那如果他们刚好离线，你打字之后过一小时，如果没有人在修改，你改了哪些字会用 email 送出去，给那些之前打过字的人。所以如果有人要破坏或乱改的话，我们一小时之后就发现就改回来了。所以因为这样反而没有人破坏。哦，就是一直有人 watch， 对对对对，一直有人 watch， 那很好，真的是够透明的，对啊，就是几乎所有的讨论，所有的都在上面。我这边可以补充，就是其实像 iPad 的这个操作模式啊，因为像如果在公部门也要拟定一些公文，或者是说要讨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比如说我们会拟完，然后可能给上面的长官。再上去，然后可能常见就是上去之后丢回来，然后丢回来再丢上去，然后再往上又丢回来，这样子过程其实可能你发一个文出去，可能已经过了
三天很多天。然后如果是很及时的时候，有时候自己很急，轻跑，可是其实出去又出包。那像这种模式的话，也可以就是在初步你拟定一些公文的时候，或许可以在这边以共笔的模式，就是让大家集体去思考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个点子是有哪个承办人，或者是说相关的承办人有提供相关的意见，而且因为上面其实可以附上很多档案、资料、图片，所以上去之后其实是可以让整个可能，例如说，我们可能要发公文，或者是说我们要做活动出去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集体思考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承办人，包括长官本身的自己的想法，也可以更清楚的让承办人知道。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比较就可以有一种就是，发出去的东西不会有，哎，奇怪，怎么里面的人意见不一样的情形发生？对，研考会，现在叫国发会，国发会那个现在内部自己全部都是在用 HackPad， 就是特定的几个组了，但是他们就是会有对内的，因为 HackPad 也可以有一个私人的，就外面看不到，只有你邀请的人才可以看，然后跟对外的。那他们对外像之前自进去沟通会的时候，就整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媒体提的问题，每一行你都可以看到是哪一个媒体提的，这样子，就是因为每一行旁边都会有人头嘛，然后你就会看到说，每一个部分是谁提的，然后他就有一个模板放在这边，然后就会请大家来填上去，这样子。国发会，对，国发会，国发会，他们对内对外都是用 HackPad。那像当时他们有一个直播作业要项，然后我们就是对那个作业要项里面某些部分觉得不满意，后来他们的人就直接把作业要项贴到 HackPad 上，就等于是容许我们上去改嘛。然后这就公文嘛，就是说申请使用现场网络直播单位，使用主办单位是特定场域，改成直播媒体区。然后因为当时申请的人他说一定无论如何要提供这些服务，那我说如果你们挨台湾网络断了，我们怎么提供这个服务？所以就加上说与主办单位提供网络频宽讯物正常状况下提供这个服务，就是跟他们做一个斡旋。但是我是觉得还蛮合理的，就是说你们网络要稳，我们才能够弄得出去。那这样子他们也就是非常的从善如流，就是等好像是当时四五家不同的媒体直接上来改，改完这个办法之后，他们隔了一天新闻稿就出去说好，我们作业要相换这个，这样子，所以是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合作经验。对，就算公众参与。对对，这个就是大家参与。对对对。对啊，有的时候公务人员会没有想到我的爱台湾的宽跟他们有多宽，对对，人即使在里面。对。还没有问题啊，还有不是一开始就是谈共就是大概讲一个小时左右，对，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让大家能够来，我想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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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不相关的都可以，相关不相关的对啊，你要不要上面推？没有啊，我们那个子龙要不要？他是设计师，对对对对，你刚刚讲的那个为什么会后来会有很多设计师参与这个。对，你为什么后来设计师占了？对，为什么后来设计师越来越多？因为后来就发现，大部分挖的坑其实靠工程师填，也许填得出来，填出来之后没有人要用。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游离的工程师的干很多，对。但是那样子做出来的东西，事实上还有人。我记得第三次黑客松还是什么时候，有一个人他就这样真的做完了一个有人挖的坑做的网站。然后就说，可是因为他完全不懂排版，颜色看起来很丑，然后字又太大，然后大部分来用的人都不会用之外，他有一个就是联络站方嘛，大部分人就会回，然后他就接到说这是不是诈骗网站，是钓鱼网站，为什么要我的个子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然后在 HackPad 上面他就大大写五个说跪求设计师，对，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后来像一些比较大的案子，像 GDN Media Today。就是，你不是啊？好吧，那这里面点图对，就几乎都是设计师主导的。就是说，我们就发现是说，一开始有这样子一个视觉画面，跟没有差非常多。那同样的萌点，在一开始的那个 icon 还是一个萌这个篆书的字的时候。
好像当时只有1000个人下载使用，可是等就是有设计师出来画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少女的那个 IP 之后，突然之间就10倍变成了1万人，所以就说你们80%觉得被骗。对对对，还有人说伤害我的感情，对对，我以为这是同人志的，怎么是字典？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大概到了第三次或第四次黑客松的时候，大家就发现说，如果没有设计师，我们东西都推不出去，所以就 image 对 image 就推不出去，所以就尽可能的拉认识的设计师，然后。本来的设计师就是也会觉得是一开始就会觉得说这边的人都很宅啊，讲话都听不懂啊之类，但是后来就发现说，哎，可是如果参加这样的话，他们的设计稿就不是只有发一次广告或一次文宣，而是说会持续的给就是几十万的人看到，就是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曝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像你被福茂了吗的设计稿，或者是其实这个让晨曦朝阳民主这一位后来变成科P的就是主要的视觉设计师。对，就是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尽可能碰触到他们关心的人的受众的方式，这样，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多。上礼拜看，上礼拜有某点什么？对对对。那我有看到一个教育部，是教育部的人来，对。哎，我在网络上教育部的人来挖坑，一个小姐，对对对 ，Liz。我就跟他讲，可是我现在不太记得他讲的事情好像还。你记得吗？当然记得了。直播嘛，对，因为都有记录嘛，所以我们就直接去蒙点送上。他好像是教育部的一个的人。是的。对，他来挖个坑。对他来挖坑。那聚灵币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所有的参加的每一行都有记录，所以不只是，不只是有录影，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录影。我们也可以时间可以倒带还原到那一天，所以今天那个有今天有录影，对对对对，我们讲话的声音，对对对对，有别人如果要那个黑香调的话，要先讲，哈哈哈哈哈。不，听起来都还好，公开，我们没有讲任何。对对对，所以 Liz 他的就是叫做新台语运动，对，因为他觉得说，教育部的找的老师是说要有3个词典收的词，他才放到闽南语词典。可是有什么词汇3个词典收？那是很老的词了，就是可能1940、50年代。那新的词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收进去的。而且台语还很好玩，就是南部的，同样一个意思是中部的，是不同的词。对对对对对对，对有就是地方差嘛，还有比较方音差、语言差，对对对对对，都会有。是的，是的，对。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委员会很爱吵嘛，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他挖了一个坑，就是说。要能够让人把新的词进来，然后能够 key 进来，然后给老师看过之后，直接加进那个教育部的词典的旁边，然后变成是算是一个乡民版的一个收录的addendum 的那个概念。然后他这样子一讲，然后远在法国的，然后有一个叫 Pierre Magistri 一个语言研究者，他突然之间就填坑了。他看到那个报告之后，直接在法国填坑。对。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直播，因为各时区的人都会参加。然后他就说：“好，那我来帮忙画界面。”然后他就会请 Liz 提供一些像就是日语来的，哪些是华语音译，哪些是新词，像业者强调那个是里面没有的嘛。然后，所以他就可以开始画，就是讨论。然后直接他们就在这上面展开讨论，然后写程式，然后画界面了。所以等那一天结束，其实雏形就已经出来了。对对对。所以几乎每一次黑客松都是这样子。嗯，对。所以要去挖坑的可能性。对，就是。群众力量很对，真的是，就很多游离的干嘛，就是在那边等着做事情。因为他的连接是。所以你们有没有用类似这种模式？那个可能他们去接政府的计划之类的，嗯、有没有？像其实国会无双跟立法院之间就已经合作蛮多的，然后他们也是跟什么苹果日报嘛，现在还有跟 UDN 也都有合作了这样子。那至于直接在政府标案上面的话，我们现在这边的态度是说，我们跟国发会其实就是合作过非常多次了。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尽可能把开放资料平台规划成我们可以用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也是很好笑，就是说他们的平台是 data.gov.tw， 就是政府资料开放平台嘛。那你把 O 换成零的话，就会到 data.gov.tw， 那就会看到临时资料中心。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要看到而国发会还没有收的，或者是说我们觉得他的那个资料有缺的，等等等等，就会直接放上来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如果需要什么资料，我们尽可能的请国发会帮忙，就是沟通跟各部会沟通，开放出来之后，我们直接跟开放那个单位去合作。那政府负责确认资料的正确性跟结构化，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做各种应用。那我们做应用，如果政府觉得 OK， 就收回去嘛。但王志把零再还回欧就好。所以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说他的标案其实是，好比说有一个厂商接到了标案，然后他里面的人员直接来参加G0B，然后或是直接是请G0B已经在做相关专案的人当顾问。现在有这种事？对，现在有，而且好几个都有。因为我们的政府机关的网站最麻烦的就是这个样子，采购法的关系，然后厂商年年更换，然后就是那个网站结案之后就挂了，修不回来，找不到那个。现在还蛮多这种。国教院的案子，像这个才刚开始，他们有一个双语词汇词书查询网，非常非常的好用。就我自己做翻译的时候，非常常用。你可以看到 data 在电子工程怎么翻，在电力工程，在物理学，在各个，对，所以非常非常有趣。就是说，就是同一个词，对，同样是 stop， 在工业工程是止动，在海事叫做栓系，就是说它非常非常详细的。所以你看一个字，对，非常非常多意思。对，那但是同样他们找了厂商嘛，然后同样厂商做的，那理论上他们也有一个就是提供建议、词汇建议的一个地方。那但是他们就觉得很纳闷，说为什么几乎完全没有人提供建议。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就是首先他寄的那个身份确认信就会先放到被自动居没有归到垃圾邮件，因为他们用的那个寄信平台有一点问题，然后他们挑的关键字又没有什么辨识度，所以 Google 找不到，然后反正就是有各种问题。那所以等到能够冲破重重关卡去回报的，可能现在剩大概十几个人，所以就没有真正有一个双向的状况。那同样他们的下载呢，也不是用 API， 而是直接就是丢一堆 Excel 档，事实上是 zip 过的 Excel 档，所以我们要去做加，就是去做应用也特别困难。那可是他们主任是非常开明的，他知道说，如果能够每一个词条有自己的网址，然后如果那个网址底下可以讨论，讨论之后有新的意思，各就是学门的专家可以不用绕一大圈，而是直接这边说，哎，可是我们今年审定这个是现在翻成什么，可以直接就是送回给老师们看。那他当然有这个想法，可是本来的厂商就会说，哎，本来标案里面写，就是说那个 scope 里面没有写嘛，那所以他要等预算再编再审，那已经两年过去了，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讨论的方式就是说，那现有的厂商我们就吸收他，就跟他合作，跟 G0B 合作，那他们现有的资料库就直接整个资料库开放授权，然后让人下载，然后我们直接拿这个资料库做一个新版的网站，然后等于是不要钱的外包的厂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外包厂商觉得说这些新功能哎是有用的，那他再用付顾问费或付怎么样子的方式把这些功能引入，把这些东西拿回来，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就是先绕道然后再拿回来，这样子一个合作方式。那这个也有已经有人在接案了，这样子，所以惯用的方式是这样。那当然是因为国教院我们合作太多次，就彼此互信都很足够，知道说我们不会拿了然后去乱搞，这样子，所以他们很放心的能够把资料交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把资料开放出去，如果那个坑可以吸引到人的话，也许他们基地的人可能就会有人进去。对，是这样。我们明天就来挖一下。好啊，看你的坑挖的够不够。对啊，我们可能别人的坑比较好挖。可是有没有讲一下你挖的坑是什么样？那只是我觉得但是。在网络上提了一个，只是提了一个想法而已啦。然后后来有人看到之后，他就很热心帮我到 Kingston 那边去挖了一个坑。他其实他不是针，他不只针对路杀者，他是他的名字是那个
生物多样性资料 crowdsourcing 的一些，对，如果让群众愿意，crowdsourcing 生物资讯这样子。那因为我刚好最近也在忙的时候，也还没有详细，也还没有去帮忙挖这样子。那它其实里面现在就只是大概先提到一些，就是说在做 crowdsourcing 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你可以再填吗？点位资讯常常会缺乏，或者是说使用的界面不太友善等等的问题这样子。那其实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像我们最常遇到就是说 crowdsourcing 它出来收到的这些资料常常会有一些偏差。那如果去让它标准化，这个是我们目前比较就是说开始遇到的问题。如果让这些资料它可以更有系，就是它可以去做比较系统性的统计分析，让这些资料能够真正呈现出你想要问的问题。对啊，没错，这个其实我们每一次做 crowdsourcing 的时候都会碰到，就是说像 Hackpad 的好处就是说，像子龙现在正在看同一行，可以看到他的那个 icon。可以看到，他现在游标动了，对，那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对，他在打海。OK， 那所以就是可以有一种大家的参与感。那就大家也可以在上面聊，是同时打字的一个状况。对，那他们这边有 Flickr 有一个也是类似 crowdsourcing 的一个概念，叫做 Parker Bird， 它就是让你能够用手机或者电脑直接上传一支照片。然后他们的程式告诉你说这是一只鸟吗？然后以及它是不是在公园里拍的，这样子，然后对，但这个就很好玩，就是说你越降低它的参与门槛，就越好玩。那然后大家就会去找像什么芝麻街的那个就是大鸟，这跟 Flickr 有什么关系？这 Flickr 做的，这 Flickr 做的 crowdsourcing 的专案。它是 code.flickr.com 里面，它网址叫做 park or bird， 就是公园或是鸟，对。然后你如果丢芝麻街那个上去的话 ，bird 它就会说 no， but you wish it was 什么，就是它不是鸟，但是它希望自己是一只鸟。对，那丢一只鸟上去。对，这蛮有趣。那 park 的部分就是它看照片拍的那个地理的定位资讯。然后他去就是地图上面去看说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公园，然后他就说这是不是一只公园里的鸟。可是如果他没有 georeference 的话，对，他没有 georeference 的话，这边就会有一个提醒你说下次拍照的时候要把 georeference 开启。那像这样子就是几乎门槛已经降到最最最最最低的一个情况。那我是觉得是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就是从门槛低开始，然后等他养成一个习惯，再让他去做门槛高的事情。就即使是他没有 geo reference， 也没有把它丢掉啊，这还是一只鸟的资讯。那或是说他丢上去，他觉得这明明是鸟，为什么机器跟他说不是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说，那你觉得这是哪一只鸟，哪一种鸟，或之类的。就说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 data， 而不需要让人觉得门槛太高。这样子，那跟人要 CC 授权也是一样嘛。就是说，你预设上来，你可以说你上载就表示你同意授权，或者是说你已经上载的东西，那是不是说有一个投票或讨论权？你按赞表示你愿意收到授权通知书，然后这样子的话，他只要按一个赞就可以表示愿意收到授权通知书之类的。就是说，用一切的方法让它变成在手机上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可以参加，因为你是在跟按赞跟按分享竞争，所以你如果比按赞跟按分享难，大家就不会做。那真的吗？事实上就是这样吗？按赞只要按一下嘛，按分享你要按三下嘛，按分享选要分享给谁跟按送出，对，所以你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只要动超过三下，绝对大家就不会做，他宁可选按分享。对，那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去让他，就是让他更愿意。我觉得这是 principle 了。那但是实际上按照专案的，就是特质，我们还可以在 Hackpad 上继续讨论。这样。就现在我们用的，像我们望志成鹅类，还有那个蜘蛛也是蜘蛛的。那么其实很多民众会想贴上来，他们其实想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对，而去帮他们 identify 这个物种。那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就是一开始是靠我们自认为专，然后后来就是有越来越多参与的，我们称为鹅友，他会协助辨识这些事情。对啊，可是那个门槛是有一点高的，特别是我们那个类群，可以真的有点难度。
过我们这样子也收了很多的资料。嗯，那只是我们现在收到那些资料，我们当然也有我们有工程师他做的一些资料呈现的方式。嗯，不过呢，我们那个思维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做美工就觉得非常难看，所以需要设计师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做完了以后就觉得，对，其实你已经做了功能来推设计师坑，这个成功率大增。对，因为不然的话你要从头想，就是只有 wireframe 只有草图的时候比较难嘛，因为你要找到至少一个专案经理，一个工程师跟一个设计师。可如果现在是专案经理跟工程师都有了，找设计师成功率就很高了。我建议要应该就是要不认识最基本的，这边先不好意思，最基本的概念。对对对对。能够说说看现在主流媒体跟你们的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哦、oh, ，OK， 当然可以啊。主流媒体跟我们的互动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collection 叫做 media， 像某种程度来说，采访共鸣这样子，可以我们投的其实不多。嗯，哦，采访共鸣，对，看一下为什么没有出来。都是算是就是自由软体社群，但是事实上是都是国际性的，像 Hackpad 是Dropbox 对的一个产品，嗯、Dropbox, 啊，所以就是其实 Dropbox 的人在用这个的也非常多。它跟 Dropbox 有什么关系？就是它是一个被 Dropbox 买去的公司，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关系。对，我们跟媒体基本上是有一个。我们是公稿来源，然后我们也是自己是一个媒体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几乎各大媒体都跟我们有过讨论，数位时代啊，天下啊，新闻啊，什么就非常非常非常多，联合对对对都有。那我们的方式就是也是一样，都是用 Hackpad， 就是说任何媒体要进来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对。他们就把他们想要问的问题、啊、还有国际媒体嘛 ，Tech President， 他们就直接把他们的问题用英文，因为这是国际媒体，他们就直接贴上来，贴上来之后就会有田亨硕，就是我来去把它翻成中文，然后他们要 Why is attractive to people， 然后临时政府为何吸引人，然后接下来呢，就大家开始在底下打字打中文，所以没有一个特定的人，完全没有特定的，我们没有媒体发言人。那所以，然后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有17、18、19个人一起回答，然后每个人可能打几行，打完之后，我再用 crowdsource 的方式把它翻回英文，然后他们再把它整理起来变成报道，所以这是我们跟媒体的。可是17、18个人，那就看不一样的意见。对，他可以，那就都有，因为 Hackpad 的好处就是每一个人是旁边你看有字啊，所以这行是谁写的？是在上面就看得出来的，就一样是挖坑的概念。对，完全就是你来提一个共笔坑，这样子。然后那只是说你的那个坑不是说我想要做什么网站，而是说我想要有人回答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啊。那同样的，它也是用开放授权 ，CC BY 就是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所以就是一开始授权就写在这边，然后底下任何人只要开始打字，就表示他同意这个授权，所以就不需要再去问每个人说你愿不愿意被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每一次有人来访谈的时候，我们就先请他把之前的看完，当然不可能完全看完，可是大概扫视一遍，所以大家问的问题就不会那么重叠，就他会去按照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或他们好比像说如果是财讯，他们就是专门问就是金融相关的问题，而不会一开始都问说哎，临时政府有多少人，这个怎么样，那些在别的就是一开始的讨论里都有。那因为这些是 CC 授权，所以他们也可以直接用之前别的媒体问过的回答来当他们报道的内容，这样子。那所以这是仍然是就是创用 CC 的一个概念，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媒体主要的关系。所以目前就是运作的非常良好。不好意思，这个就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授权的部分，对不对？你们甚至有只用按赞的方式，就可以。达成授权，就按赞是说我愿意收到授权通知书。好，而不是说授权的部分只要可以简化到，就是只要按个赞就好，是
是因为那比较难，对，因为我们那个几乎不可能。我们现在授权这件，就是 CC 授权这件事情，其实有遇到这样问题，因为我们有做好文件让人家填写，但是就像你说的，他需要按超过三个零，嗯，甚至应该说他必须要按十几个零。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的那个授权就是。是大大的降低大家的授权的意愿。对对 对，是这样。就是说，应该这样讲，就是授权分两种，一种是说一开始是空的，然后我一开始就挂一个授权，然后你在这个空间上载东西或打字，表示你同意授权，这个是最没有问题的。哦，一开始就对，一开始就是说照片有授权，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把照片跌到这里，就表示你同意授权。其实 YouTube 就是这样子啊， YouTube 就是说你上载，你就要先说这个不是你侵犯别人著作权的，并且你同意用 YouTube 标准授权释出。很少人去看那个授权，但是大家都会上载到 YouTube 上，这是最简单的。那这连一个键都不用按。但是就像刚刚就是你讲，就是如果是既有的照片或既有的文字，我们要回溯给授权的话，那就要做一个游戏化的动作，就是说你可能发一个 Facebook 讯息或贴到他墙上，然后呢你按赞表示说这个你愿意接到更进一步的授权的通知讯息，那按赞很容易嘛，所以他就会去按赞，按了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个就是很漂亮的像游戏网页，然后上面有一个 bar 说一共有六关，你现在到第几关？就完吧。我跟那个他们提，我们是有这个文件，可是不是游戏，那个是我们请跟那个德一样，是请那个林请丞相，对对，丞相，那是非常非常法律性的文件。对对对，说实在话，我自己也从来没有从前看到，可是我们没有人可以用这种能力可以把它做成像一个游戏一样。嗯，也许这就是一个，对啊，这就是一个坑啊，赶快写上去。对，就是说什么授权小精灵什么之类的。我们有，现在没有啊，所以下次可以来做。然后也许可以，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没有这种概念，所以我们在脸书成立社团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样的写。嗯，那我不太知道，也许我们可以问你丞相，就是说我在成立这个社团的时候，我在这社团的那个成立的宗旨里面，就把这些我们希望他的授权的方式就写好的话，那因为他要加入就可以接受。对，然后你制定这样子和置顶的时候，你就说你加入的时候就即代表你同意此授权。那你输入的社团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然后，但是这个在台湾有没有法律效力呢？丞相会跟你说不一定。然后因为很多人不会细看，你要证明他有细看，这很难。所以你这样子进来之后，可能就是有一支程式自动发给他一个脸书 Facebook 贴文，就说哎，这个请你完成这个六阶段什么东西的游戏的程序，然后你看你的五个朋友都已经完成了，然后什么之类之类的，游戏化有各种做法嘛，所以就是可以去想一想这样子。现在我们就是啊，就是有跟那个美国康奈尔大学两位研究生，我们有一个就是他有个 eBird 的网站，然后他们其实是一个资料库，就是让赏鸟的人上传资料，然后那个因为他做的非常的就是友善，所以我们现在跟他们谈是说就是要把它中文化，就是变成说在台湾这边也可以直接用中文去输资料，然后查询资料、demo 资料这样。那我们现在问题是说，其实他从英文转成中文，就是他们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城市里面的那些 key 需要把它转成中文，不是做整个网站里面的那些资料把它转成中文。那我们现在跟他目前已经完成是城市的部分，因为他那个大概只有两三千条，那我们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很快就把它完成。可是他接下来的是那个网站的部分，他那部分就非常多，就两三百页的资料，然后每个里面有很多工作的，然后每一段那个句子也都蛮长的。那因为我们之前我们是有号召一些网络上一些朋友，就是英文稍微英文比较好的，然后就大家一起在翻译，可是后来发现说这样子输入可能还是非常的慢，所以我在想说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去挖一个坑，就是你刚刚有个多邻国的那边有多邻国，不过多邻国是要付钱对对，就是但是他们公司维运的方法，我自己是用 Django， 那也是一个 crowdsource，就是你丢上去，然后他们请大家就是分包下去，然后翻了回来，这样子，就是我们全时间一直在增加。对对对对，你看这也是游戏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看大家都在做，你为什么不来加入？对，对对对对，就你两百页你就传两百个文件上去，然后或者用程式传，它也有它的，就
就是开放资料的 API， 然后丢上去之后就会有就是一万多个翻译者去做这样子，然后你还可以选说好像一个字六分钱是最普通的，然后或是你要比较专业级的翻译，或你要翻译再加上校对这样子。那这种服务当然很多了，当然不是 free 的，就说 Duolingo 也不是 free 的，free 的有 Transifex， 可是那这样子就是你要去找到乡民，就是足够多的乡民愿意翻。通常你要 free 的，你就很难要求品质，就变成说你自己要从头到尾再校对一遍或好几遍。那这种有付钱的好处是说，至少那个校对的过程，它就是付钱帮你做了，这样，所以就有各种可能性嘛。就是这个也真的可以挖一个坑啊，就是，对啊，就是请翻译组的人来看说怎么样子规划，就是可能特别专业的部分还是付钱请这种分散式的翻译平台翻。那比较简单的就是像 news 这些东西的话，也许有乡民愿意做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翻译组好像是泰国，对，就是如果说是像这种比较简单的话，其实是可以跟例如说像泛科学的人，他们其实是有很多是会去找国外的相关报道来回来去做他们自己的一些专题的一些报道。那或许说像泛科学他们这个平台，其实因为他们关心的非常多不同的科学议题，那其实是可以就是可以请他们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协助或相关的看法，那他们也会去给出一些意见，或者是甚至就有专门专注在例如说像鸟类议题的人，就可能会进行一些相关的翻译。对，那泛科学他们其实现在的群体也蛮大的，那观看者也很多。嗯，来，你们换个名片留个 Facebook 之类的吧。对，因为现在机器翻译其实就是纯粹资讯性的翻译，其实已经可以接受了。所以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全部机器翻译，然后人工校对。这样的话，愿意校对的人其实比愿意翻译的人多，因为他只要懂中文就好。对，那但是如果专业的，然后又不能出错的话，那个能够翻的人就少很多，那个可能要另外找。这样。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好，谢谢了，谢谢大家。也差不多了，大家差不多，时间控制还不错。